那我要铁铁的能出我眼钻吗？不知道。啊，你感觉呢？不能。三。明下来，小明啊，明下来，明啊，三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再动行吗？三，别动啊！别动啊！明上，明上。别动，三吧。没事啊。别动啊！别动啊！啊！来，咱们跳水啊！你小姨在里边。在那儿呢，那儿呢，那儿呢。等会啊！别动啊！看这儿。看这儿，看这儿，不许动啊！不许动啊！看你们谁敢跳下来！不许动啊！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跳水了啊！把球给我。嗯。你说他们三个谁敢跳下来？他们三个。各就各位。看啊！哎，今天晚上这凉快啊！嗯，晚上这凉快啊！家人们看谁敢跳水啊？游泳池多少钱？再往中间跳啊！来，家人们，我把这球一撇，看好了，来，各就各位啊！看谁敢跳下来啊！家人们啊，咱们点点亮，点点爱心啊！看他们三个谁敢跳下来啊！谁跳下来，今晚谁有鸡腿吃？哦，谁跳下来，今晚谁有鸡腿吃？来，走，让他们注意力啊！小明啊，一、二，使劲别动啊！三，使劲，走，三。下来，下三来，一二三，来，再下再下，再跳跳跳跳，再跳，再跳，三吧，跳，你进来，你进来，快跳，三，跳啊，再跳跳跳，哎，再跳，跳跳，来，停停停停停，我的妈，不行啊，这跳不跳？哎呦喂！我的妈呀！大王你咋下来的？啊，大王你怎么下来的？大王，啊，来去去！我的妈，小王咋这么笨啊？大王，来来来去！去呀！一二三去！小明啊，小明下来，小明来，小明啊，来，来啊！预备，一二三呐！小明啊，小明下来，妈，我三个是旱鸭子。三个呢？你不会游泳啊？三个呢？跳啊！这怎么不敢跳呢？这老四跳了。小明啊，下水了，小明来，下水。一会儿来啊，明啊，来。来，预备，一二，去，去，明儿，下去，明儿去，明儿，一二三，去吧，明儿下去了啊！来，你看明儿，你看你们玩的多好，明儿，咋了？石榴呢？石榴在这边。石榴呢？石榴在这儿。三个呢？三个呢？你这干啥呢，是吧？啊！小明都出去了，来，石榴来，石榴跳一把，石榴跳一把。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啊！石榴，一二三跳。石榴来，一二三跳。石榴来，来石榴，一二三。不行啊，这个跳不了啊！啊？跳不了，没人敢跳啊！可不。游泳啊！哎，你要是进去把它游就好了。
你今天把着呀。啊。再问呢。三遍，三遍。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进去，你把着它，它就会玩了。它可能没游过的事儿，它游过吗？它以前没游过吧？它游过。过来吧，来，过来吧。过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来，快去，去，去。啊！哎呀妈，游泳游泳你还不敢，咋整？让我四来吧，让我四哥来吧。啊！这小孩子感冒了，感冒不了啊！他妈30度、35、6度呢，感冒能感冒？扯淡呢吗？这不是？来，游泳还得四米吗？咱们得不行啊！没人敢跳，行吗？那呗。啊！我跟小迷糊他，你要训练训练小迷糊敢跳。没人敢跳，多好的地方啊！这我特意给他们做的，没人敢跳。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三爸做的这个台阶，那家伙费了一下午是，好不好？做的，啊，做的跳台。哎呀，三呢？你说你。把四哥整下来吧，啊！把四哥整下来。不知道，四哥应该敢吧？我觉得他应该敢。你俩别玩了，啊！还有呢？这小明把小明关起来吧，把小明关起来吧。这小明下好厉害，挺有才，老还挺专业，这是我做的。这我下午特意给他们做了一个跳台，他们不是上不去吗？进上里边游泳不是上不去吗？我特意给整了个跳台，哈尔滨天都黑了，小的会游泳能飘起来，老四也能飘起来，是吧？不敢游呢，快再过来，你拿行囊，我再上下边来，这样呢？对，营养膏22一支。你看小鱼。我是不是不能往那边走？小牛来，快来！小牛啊！小牛啊！我能往那边走吗？小明呢？小明也打死了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快过来！这家伙，Seven追小迷糊，三爸也追小迷糊，十六追老爷。嗯，来看看老四敢不敢？我觉得老四应该敢。三以前游过，然后自从他得皮肤病以后嘛，就没再游，然后皮肤病好了也没再游。三文对于这种跳高啦，啊，然后这种游泳的啦，他胆怯。对把泳池放外边了。三爸应该去找那个老四去了。晚上给石榴剪头，晚上看看给石榴剪那个啥吧。四哥来了啊！哦，四哥来了。妈呀，老四来了，老四来了，老四来了啊！四哥来，四哥上来，四哥来，四哥上来，四哥上来，四哥上。四个上，上老师啊，好，四个
二三，三三这哎呀，这个、哎、这个傻子，你说说，可咋整？哎、你再给他放上去，再给他放上去。这个来，这个来，上上上上上。这台阶会上，这个台子怎么不会上呢？啊，这个不许动，你不能动这个，这个弄。啊，好，负责啊，好啊，负责啊，来给大家表演个跳水啊！我把我四哥的精，把我四哥精彩的一瞬间记录下来啊！别动啊，老师。哎，明天把那个台儿那个地方给它镶个垫儿，防滑垫儿啊，你说行不行？四哥啊，四哥来！哎，不要，四哥来，四哥来，四哥来，坐着来，四哥来，坐着，来，四哥，来坐着啊，四哥来，四哥，哎，我坐哪里？四明啊，你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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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哥上。哎，四哥赶上了啊！四哥赶上了。你在这儿拍，你在这儿拍。好了，四哥啊，这边，这边下来，来。老四来，坐好了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四哥敢下啊！四哥呀，啊，我四哥胆大啊，再让四哥来吧，四哥来，快点四哥，再让四哥来吧啊，好啊，来媳妇儿，再让四哥来吧，再拍吧啊，我四哥行啊，加上我四哥绝对可以啊，欢迎大家伙来我们直播间看我四哥的表演啊。为啥不让石榴进去？石榴也没进呢吗？这不引诱他们，挨个引诱他们吗？谁敢往前？来，我们来，一二三，随便。石榴不敢跳吗？啊？石榴有点想让了。让老师来，老师上，石榴上，上，上，石榴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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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榴上跳。下，老师下。好，我。怎么下去的？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石榴咋下去的？你看看吧，你看看吧。没人推的吧？你看看吧。石榴还挺勇敢，我的妈呀！真正的狗刨。啊！看谁？他们下完水就敢下了啊！他们下完水就敢下了，快来！这小水花咋的？扑腾扑腾的呀！上好了，媳妇儿。好了。上四哥第一名，四哥第一名，哎呀，我四哥也是真猛啊！我四哥第一名，大伙儿没点亮，咱们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！点点亮啊，家人们！来，再来啊，小明儿来。起跳了啊！
小兵再来吧。四哥玩嗨了。啊！小明来，上来啊！啊，老四来了，老四把车给打下来，来来啊！我看你，看你们谁敢上？老四来，四哥来，四哥上，上上。我四哥就知道往下跑啊，啊，台阶太滑了，跟滑不滑没啥关系啊，家人们，不是滑，不是滑，再来，跑腿起来，来啊，小明啊，小明太有素质了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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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四，哎，明天晚上要垫个垫是吧？对，明天晚上要垫个垫。行，你转圈啊，你到这转圈，转圈跑。你不让、啊、来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四哥来，四哥给捡球，四哥一二三去。四哥，四哥一二三去。妈呀！快来，来来来，来来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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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来，来啊！我要起跳了啊！行，我要跳了啊！一。起跳吗？什么？你不要起跳吗？什么？我说你不是要跳吗？跳个屁！跳不跳啊？我脚坏了，我脚坏我就起跳了，你们两个。哎呀你！起来起脚呀，起来，起来看起来啊！起来看。我感觉石榴怎么好像像一个大蜘蛛？妈呀！原来石榴还大蜘蛛啊！小石榴，这干嘛呢？里边啥意思啊？啊？你看，你看，小石榴跟上不来似的。嗯呐，它像。来来来来。
小石榴放出来吧。石榴好像不会那不会游的吗？真的石榴你不会游啊。啊，老子来，老子出来，来再跳一把，来石榴再跳水啊。好，石榴那口气小迷糊游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可真行！哎。怎么老四一下子把小迷糊给拱里头去了？怎么才能让他们跳呢？这下凉快了，天老热了。今天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！大伙儿想买咱家的下面下方小购物车啊，咱们家那个看着啊，洗手液。啊，木耳，咱俩东北黑木耳，家人们啊，19.9元，180克啊。咱俩木耳啊，咱俩出来吧。19.9元，180克，咱俩东北黑木耳啊，47.9元一斤。来，四哥来，四哥来，47.9元一斤啊，四哥来。四哥呀，四哥，你来比赛啊！一二三，去！你要比赛，看谁跑得快，看谁游得快。啊，老四游得快，老四游得快。四哥，转过来，看见谁游得快啊！一二三，去！老四啊，四哥来，四哥来。哎，这样。啊。你让他俩都上这边来，然后呢，你说让他俩比赛吗？不是，等你过去，你上那边投球的时候，你从我身后绕过去，知道吧？啊，来，四哥来，过来，来，我叫他上到这边来。对，小明来，过来，明儿来，小明来，来，小明，明儿过来，明儿来，来，一二，注意到老哥啊，四哥。我就像他们游泳的那个人似的，从这样夸一蹬，就他俩就一块往那边，来来来，刚才他俩就来了一个完美的转身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哎呦我的妈，来啊，小明来啊，小明来，小明怎么过不来？小明，老四，你把这俩过来啊，一二三，去。来，一二三，去！啊，一二三，去！一二三，去！去！啊，哎呦，四哥来了！哎，小明来，一二三，去！四哥他俩现在游的老好了，我四哥他俩游，你看这个手机。行了，快点。啊！哎，你们看见他俩完美转身了吗？啊，你们看没看见？我喝一肚水。这家伙喷我，顺着我这个脑袋上往下淌水呀、啊！哎，就这、哎，是不是真有游泳队的味儿？是不是？哎，他们就完美转身的时候，哎，真的。那感觉，好，小明上来，啊，给他俩累屁了，啊、歇会儿，一会儿继续。迷糊，这真是年轻啊！
游泳池多少米？游泳池1100多好像是。然后咱下方咱这个正在讲解当中的黑木耳啊，家人们，这是咱老家东北的黑木耳啊，19.9，180克，也就是3.6两，然后47.9一斤，一斤是500克啊。你现在在市面在那个什么买的话，基本上都得60多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想吃的话，你们可以拍的。迷糊潜力股好好培养健将，迷糊呢？哎呀妈呀！小迷糊，你们觉得小迷糊和老四他俩谁游得快？你们觉得他俩谁游得快？哎呀妈呀，这谁是？你怎么这个点设个闹铃干啥？不知道。小迷糊快，啊，迷惑游的好。欢迎大家伙啊，来过来三万，来三万，你来三万，过来来三万。整上台阶了，整了个台阶啊。给他们吹吹。啊，你干啥？这个灯不是很亮。卡吗？不卡吧，家人们。现在卡吗？买的狗零食1周了还没发货，快了啊！应该明天最后一天，应该基本上全都能发完了啊！明天一天基本上都能发完了，以后不回佳木斯了，俺们也不是佳木斯的呀，俺们是牡丹江的。这怎么出趟门还给俺们整家都整错了呢？对，今天播晚了，今天本来应该是下午1点来钟播，后来三万八寻思这不行啊，得整个跳台呀，然后这又去现给做现做的，在家去下午在家做这个跳台，做完之后手机又没电了，然后又给手机充电。你们几天不播了吧？天天都播呀。